里面很好做的咖啡图案。先研磨咖啡粉，把粉压实进行萃取咖啡液，开始把准备好的牛奶发泡，咖啡和牛奶都好了，开始制作。将牛奶倒入八分满再倒入奶泡，用勺子呈现一个白圆，拿出巧克力酱画一个羽毛，再画出一个脖子和头，简单勾几下，高冷黑天鹅做好了。抖音。